VVVIP 了，要不要继续？继续啊，来啊，来啊！你可以打那个失控啊。今天僵尸日记环节哦。失控好像没有联赛分嘞。有吗？有哦，那碎。太白痴了吧？为什么改到有幽灵会飘上来了？让你点它，戳一下就死掉。一点蓝色会拿到一个阿飘。他这次改版很有那个万圣节的感觉哦。真的，点一下他会死掉哎、欸。那我点好几次给我怎样？他会有特殊的，你点特殊的会有跟屁虫。欸、我忘记设限武器了啦。保罗狱长战、哎，什么叫做防线已满，无法进入战区？因为有 bot 啊，白痴市长，你开什么 bot？ 我刚刚没有开没，啊就忘记了、啊啊，切换的时候忘记了、啊，就不小心忘记啦、啊啊。不然我重开，我重开。那个就看起来那个大家就是兄弟，管你兄不兄弟，先卖队友再说、啊。兄弟帮，哎、欸，原盾。这个当僵尸，当僵尸快跑！啊，当僵尸！干嘛啦？就不是你，就不是妹，干嘛啦？我刚刚吓到，看他跳出那个黄黄的，我以为我是你。电下一千呢、欸。那被电光拳更恶心。牛神不香吗？那个新的龙炮不香吗？一炮不知道会不会死。哦、欸，我炸到谁了？再炸一次！那、啊、怎么有人被我的那个炸死？啊！一枪！哎、欸，对，没有错，就是要选黑屋。啊！真的，选黑屋僵尸的话，你们就可以刷到一大堆的分数。我不想炸死小兔啊！僵尸可以双重跳跃。对啊，我黑单掉了。哦，他说他是帅茶啊？真假？真帅？那帅茶 A 到一个 A 才、啊。嗯。还是其实根本没有兄弟之分，都是同一个人。精神分裂哦！太老实。他干。僵尸二段跳，请问有用吗？没有，你一点屁用都没有。就跟普通僵尸英雄差不多嘛，只是你们多了个二段跳。我好像真的有点用哎，抓掉了。啊？谁？比特？怪、哦？好的。叮。我他妈不救我！剑救我，这个要救，是救我、啊。叮咚，啊，好鼻子，干你！不要再卡是谁？那皮笑，拜。你们被我卡住了，我看那个人的名字是谁啊？超低！莱纳，你做啊！莱纳，做啊！电锯那边要激出新的最后的部分。完蛋！哎、欸，我没有吃到哎、欸。哎、欸，为什么没有吃到？哎、欸，不知道哎、欸。能关狗洞。欸怎么一堆人靠腰你那蟑螂满满的人是怎样被我的这是给莲雾玩的白烂最喜欢就是听人家讲说拿什么就拿什么这样电光拳好像也行欸只要你没有看到那个僵尸就可以你讲吗我换成莲雾的你看那个欸死三是有研磨啊欸死三是有研磨欸欸炎魔与人类的对决、欸欸、有没有要玩炎魔啊自杀请自杀谢谢。哦我看到我的有人被我砸我看到了。炎魔好奇怪哦。他走过去就砰没了。炎魔会不会也砰一下没了我刚看到有人炸一下两万。欸怎么了怎么了
欸，炎魔来啦！感觉炎魔被吸耶，炎魔被吸耶，是怎样？炎魔被吸耶，没关系啊。炎魔在僵尸里很脆弱。有没有斧头要挑战炎魔的？那火球挡不住啊！我不知道啊，请你过来挑战看看。哈，挡不住。刚有一个拿斧头过来的，终于有一个可以扛那可以那个该怎么讲，克斧头的人。对啊，好爽。那以后 CSO 应该就会往这个方向去，现在出一个新僵尸。没有错，没用啊，简单来说就是没用。爆炸！来，伤害是哪一个？我丢的。大家三万嘞！我就整个缩起来，欸，送他去！哇，一堆火球！你要有废物吗？这炸烂！我操！七 K！ 我这个模式炎魔基本上必跑，起跑，起跑，这模式魔圣。看来有必要弄一只弩角来搞搞感觉。啊，不是说不要电子妓女，讲你讲，这个人真的是说变就变，渣男。不是哦，因为有他有技能哦。因为他是男人，是男人就会变，好不好？渣，变心只是时间的问题。钱只是时间的问题，花了会回来的。对啊，你花掉这些钱之后，你就会更有动力，想要去更快的赚回这些钱，你就会赚得更多，更有效率。所以要看到什么东西就直接买。那你的特斯拉呢？那个是谁啊？欸，没钱买。特斯拉的什么话？是啊，那只是一个一个梦啊！不好，一刀为什么一刀？希望以后有优土博找我拍什么圆梦计划，帮我买一台。啊？是有那种不属于你啊？对，不是有那种计划吗？还是那些都是串好的？抓到你了！哎，帅茶，打死了！帅啦，这赚更多了，我心里多么舒畅！哎呦，到底关我屁事哦！一直射到我，你啊，那个是怎样？是有人洗泰坦是不是啊？好怕死哦！哦，哎，拜，再来一起干你娘，干你爹地！快点！哎，啊，等下是有本分，拜。啊，还算可以掉第一名呢。待会是优等生还子。嘿、欸、嘿。完了。浪费、欸。靠腰。哦，忘记放。像有的优等生要没了。没了，没掉。不一定啊，吸波分吸烂。对，吸烂。你开精准了，开精准了。欸，谁拿电光拳去炸海超人？哇，垃圾帅茶，把帅茶踢掉，我就是第一名了。好，我要踢掉，踢掉。你没有在帅地呀、啊？你没有超级四。帅地踢掉，他等一下会拿垃圾枪。哦，你差一分欸。啊，他等一下拿垃圾枪踢死。哦，你超过了。欸，超过，不要踢他，不要踢他，不要踢他。哈哈，不要踢他，断踢海超人。哎、欸，来，你们要不要弓箭？你们要弓箭还是泰坦？他恶意，弓箭还是泰坦？他跟你同分啊！他跟我同分，我是第一啦。同分有可能会随机。我啦，敢理你他啦！啊，踢掉，踢掉，最后一个同分，跳腰。欸、他可以不选吗？哎、哦，他拿弓了，他拿弓了。他不想被踢群吗？是僵尸不用玩了、啊。有没有人想要让僵尸玩呢、啊？他的装备跟我平常拿的装备一模一样哎、欸。他跟我正常吗？他跟我拿的上一场的装备一样。他跟我玩，他僵尸哎，他僵尸哎，他僵尸。有转身我会怎么点？他可能后悔啊，会啊，有机会啊。他可能后悔，选完之后僵尸。啊，你不会先看哦？武器虐待。你玩把佣兵赢吗？可以，一定可以的。下一把佣兵赢。大象。怎么玩？好啦，我去跟你一起当僵尸啦，紫砂。哎、欸，又多了一只。等啦，让你们杀啦，好不好？当你们的肉。魔星主播。哎呦，太红！当你们的肉。像开始灭喽、嗯。要灭还是很难的，他们每个人都会无敌。只要你稍微会玩，
你基本上就很难死。哎、啊。哦，操！操，这时代斧头帮没料。一颗黑洞刚关，下一颗又来。哦，又有解码器了，哎、欸，不错，有解码，很抽。哎、欸，真的有加那个分数哎、欸。晚安，晚安，晚安。螺旋牙齿痛。抽到会咬的啦。